很多年不喝酒了，我都没受过这种感觉。哦，哎呦，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今天一定要睡好。我把那个直播时间全部都提前一点，早睡早起。我以前的时候，白酒、啤酒、香槟、洋酒，大哥你去酒吧了，那么多酒啊，大哥，那确实喝的有点杂了，大哥，搞砸了，那喝的确实有点杂了，香槟都搞出来，大哥，还有洋酒，就差一个红酒了。不行了，我得他妈的搞点烟抽一下了，受不了烟瘾犯了。酒吧 KTV 都去了是吧？种类挺多啊。烟抽完了没买。反正我感觉啊，喝杂了容易醉啊。我以前的时候喝过。啤酒、白酒，我连着一起喝过，反正容易醉吧，喝多了。欢迎开心就好啊，欢迎传东啊，兄弟们点点关注啊，没事过来逛一逛啊。好，兄弟们点点关注啊。酒吧，没什么事的，兄弟们把那个左边关注勾一勾啊，勾一勾，没事过来逛逛。好看的话看一会儿，不好看的话出去逛逛啊。毛哥，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欢迎抗拒啊！抗拒2022年57号，好久不见啊，兄弟，好久不见啊，好久不见，啊，有几个月，大几个月没播了啊。有大几个月没播了。很久不见啊，没啥事过来看一看啊。我每天的话9点钟直播，白天啊，白天9点钟直播，晚上8点钟直播啊。我半年多点，那有了，有7个月了，那有了。白天我看能不能调到8对8啊，白天也8点，晚上也8点啊。没啥事过来逛一逛啊，兄弟们。现在的话，现在每天就抓黄鳝，天天抓啊！没事过来逛一逛。慢慢改变吧，兄弟们，刚刚回来直播就是个软样，哎，慢慢改吧。谢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强哥，谢大哥。慢慢改进吧，谢大哥，感谢大哥送给我的那个灯笼啊，谢大哥送给我泰迪熊啊，谢大哥，感谢强哥，谢大哥。感谢大哥啊，谢大哥，欢迎新宇啊！我刚回来，就那个直播不在状态啊，欢迎开心就啊、欢迎开心就好，不在状态，慢慢来啊，兄弟们，一天一个样子啊。我是太着急了，本来我老妈说让我休息一个半个月，知道吧，养养身体啊，说让我休息一个半个月，我说我等不了了，我说我等不了了，我得开直播。我得上班干活，我老妈是想让我玩半个月的啊。欢迎空哥大哥，感谢啊，感谢强哥，谢大哥送给我的泰迪熊，谢大哥。